谢娜和囧合照否认关系破裂，有谁注意两人手势？娱乐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特别的关注，不仅会被放大，有时还会无中生有。两个人的微博和点点滴滴好像都是围着孩子，连互动也离不开孩子。但是关于两个人的谣言却一直都没有中断，一会儿有人说张杰出轨了，一会儿又有人说谢娜跟何炅两个人的友谊走到尽头了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这些无端的猜测，只是心里多少还是会不舒服。紧接着晒出了跟何炅两人一起吃烤串的照片，不得不说事实是对谣言最有力的打击。谢娜在旁边大口地吃着烤串，何炅则伸出手指面对镜头，两个人关系依旧。更过分的是，之前张杰跟张碧晨因为拍了一张照片，又被媒体捕风捉影，说是张杰出轨了。谢娜为了辟谣，又跟张碧晨一起合了张影，